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飙股特快车》，我是王明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台股大跌60几点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有没有再度印证啊？不管哪一天来，都很准啊！如果你有长期看我节目，都很清楚哦。欢迎见证，来，今天收盘大跌63点。第一波满足到，啊！你讲这准的吼，拜神哦，老师啊，那你在准呢？我说吼，就算你是每天看，今年啊，从第一天看到现在，每一个转折都做到，每一个转折都很准，你还是觉得很夸张啊！来，今天收多少？我们把它放大一下下哈，给那小伙子。9667.8，跌63点，收盘是收9667.8，对不对？跟9668差2毛，哦，0.2点呐，哈，啊，重量明显啊。老师啊，啊，收在9668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我礼拜一节目上公开预告，请你卖股票，我拿我的call讯跟各位分享，还没跌的时候、哦。都恭喜啊！在3月23号啊、哦，指数在最高点的时候、哦，熊关键哦，台股短线需要进行修正。阿力有清楚不？来，我们这一波在哪里买的？前一波的最高点，我在这里公开预告要卖股票，要跌了。这是波段最高点，跌到这里，我请你买。我请你加码，还没买的拉上去不用追，打下来我跟你预告会在哪里，请你买，请你买，飙上来，前天在这里叫你卖，当天我怎么告诉你？我不是叫你买而已哦，我还告诉你他会杀到哪里呀、啊？来，短线台股要修正，预期最少最少会回到9668。所以不怕买不到啊！你人工就准了，对不对？拍死啦！大家嘛都准呢，欢迎见证啊、哦！当天啊，你一定不相信啊，你一定啊觉得啊，隔天的台股一定会涨啊！你听老师啊，你不准啊！哎，全世界所有的老师都说台股要上万点的啦！你倒打蛋啊！来，3月23号礼拜一，当天台股还是涨哦，而且创波段新高哦，而且创近几年的新高哦。我跟你讲，边拉你跟着我边出啊！为什么要出？为什么要出？你一定又会讲啊，老师啊啊！礼拜五上礼拜五周末，欧股全面大涨，美股也全面大涨，德国股市暴涨。然后呢？所以放完假后回来，所有的股票都要涨，日经指数大涨，陆股大涨，港股也大涨。那台股呢？台股当然也要涨啊！当天的台股涨8点，这样子，那后面要补涨，对不对？当天涨8点而已哦，你认为当天的台股要，隔天的台股要补涨哦？我当天怎么告诉你的？台股嘞，当天我怎么告诉你？礼拜一哦，该休息了。我告诉你，它要进行修正了。我告诉你，最少大跌100点以上。请问你告诉我有没有跌？啊，有跌，有没有跌？3月24号礼拜二，台股大跌，盘中大跌56点，虽然尾盘只有跌26点了哈。他今天呢？今天盘中是大跌70几点哦，收盘跌63点。啊，有准无？有准无？你跟我讲，如果每一段的行情你都可以掌握得住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不会大赚？如果连涨跟跌你都分不清楚，未来的行情要怎么规划，你也傻傻分不清楚。请问你有可能赚大钱吗？我相信各位每天都在看盘，手上一定有股票。如果你不知道明天的行情是要涨还是要跌，未来这个礼拜的行情是要涨还是要跌，未来这半年的行情怎么走你都不知道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真的在玩股票吗？你真的在投资吗？我要告诉你啊，你叫做这个叫做每天都在赌行情。老师啊，那有影，我老在赌行情啊，
我是股票抱着，每天看着它涨还是跌啊？那意思不是一样吗？如果它会跌，为什么你不先卖？每天都在赌行情，结果只有一个，相信各位都很清楚哈，十赌必九输啊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掌握行情、规划行情、预测行情，你等于掌握了未来的获利，你会赚到手抽筋啊。请问要跟谁做？谁最准呢？来，不知道怎么做的，赶快跟上脚步，要跟紧一点哦。这样好不好？各位卖个信哈，大家哦，你省一点点的钱哦，这个不就奇怪哈？吃饭也买信，出头也买信，大行也买信，那只是一点点钱呐、啊，一天的输赢，你也要省，真的很奇怪哈。所以说，23号礼拜一我就开始叫你卖股票了。请问刘所，如果礼拜一你有卖股票，今天大跌，你可不可以买？你什么时候都可以买，你随便买啊，都一定比礼拜一还便宜啊，除了雷虎啦啊。我没卖的股票再继续飙啊！啊，我卖的嘞，23号我预告要卖股票，我连涨告诉你，虽然它连飙三天，虽然它的涨势不如预期，我还是叫你卖。那卖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指数要修正。我带你换的股票前天大涨，昨天大涨，今天盘中差一点创新高哈。强调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带你买的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会跟你讲过去哈，我买什么股票赚了几倍，赚了多少钱哦，那个都是过去式。只有输家才会不断去强调过去的丰功伟业，来衬托他现在所讲的每一件事情。真正的赢家总是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又赚了多少钱，不是事后才会马后炮哈。兄弟们，你要跟他讲哈，按明仔仔咩啦走，未来会怎么走，这才是重点嘛。我当天叫你卖，我当天叫你卖连展，那有没有？那我们连展什么时候买的？3天前，3月19号，我买连展，此处买进，一年大底，它准备要起标了。好了，3月19号，连展从平盘拉到快涨停，当天狂飙，隔天继续飙，到了3月23号礼拜一，台股的波段最高点，连展开盘就拉了半根涨停板，我请你。卖股票公开预告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会每天跟你玩一大堆文字游戏哈，每天跟你看图说故事，画两条线，画两个圈圈，上面画个圈圈叫做压力，下面画个圈圈叫做支撑，神经病！精选标股真的让你看到、买到、赚到啊！我们事先预告，所以说我一定是事先预告，所以我一定是有买有卖啊！啊，你有清楚不？啊，你要赶快跟我们咱们那走哈。请你一定要跟紧哦，会让你赚翻天哦，跟我做就对了。来，卖，卖哦，我们就赚这么多而已啦哈、哦。啊，老师那探家旧哈，拍谁哈？上礼拜2档股票，18号买的到今天都不用卖，19号买的大赚，上这个礼拜一带你卖，卖一定有赚哈、哦。安尼有赚无？有啦哈、哦。如果你知道台股要拉回，你为什么不先跑一趟呢？啊，老师赚太少，我嘛知道赚太少啊。重点是你有没有赚，有赚比较重要啦。来，有波段我一定带你赚哈。来，这叫雷虎，3月18号我带你买雷虎。我要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会每天跟你玩躲猫猫哈。任何股票它在发动之前一定有原因。任何股票要飙之前，它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理由，一定有逻辑，一定有道理。当你可以领先市场早一步知道，领先市场早一步知道它飙涨的原因，你敢不敢买？如果你掌握了它的起飙点，你敢不敢买？你当然敢买啊，你会有十足的信心去买进这一档股票，绝对不是什么一个人买几百张，我不会告诉你这些，我只会告诉你我们在哪里，要买在哪里。所以说，当我发现它的起标点出现了，我带你买。当你知道它为什么会标，你敢不敢买？你当然敢买啊！我讲过了，我刚才讲过了哈，所有股票都一样哦。所有的操作都一样哦，一定有依据，所有的进出动作一定有证据，才是
获利最大的保障。所以呢，雷五要飙，你要先知道它为什么飙，你要掌握到了几标点，你自然都会大赚。那为什么它会飙呢？很简单啊，它叫无人机大标股，自创品牌，打入日本市场。啊，李工老师啊，这遥控飞机有什么了不起？做到变世界级的公司哦，全世界第三名哦。那你要知道哦，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很简单哦，它叫做天上，我们把这里稍微放大一点点哦，它是天上的物联网，叫 MRA。 那这个东西市场上的规模呢，最近未来这一年呢会急速扩张哦，相信各位都清楚很为什么啦哦，包含亚马逊，包含 Google、阿里巴巴这些世界级的公司都准备投入，相继啦吼，不是准备啦吼，已经开始陆续在投入多旋翼的飞行器 MIA 的领域。啊，你讲这是啥？来看这里，这叫多轴的无人机啊，看有吼？那目前雷虎是全球第三大吼，具有领先的地位啊，在台湾第一名。啊，你看有吼？啊，你知吼？他谁会飙？所以说，当你掌握了起标点，当你知道它为什么会飙，你会不会买？你当然会买啊！而且我们已经，它已经洗了三天，我们锁定三天了，准备要放量了。请问你要不要买？要啊！3月18号正式发动涨停板，礼拜三涨停板，上礼拜三哦，礼拜四再攻涨停板，有没有？当天我告诉你不要客气啊！拜托你哦，卖高客气哦。还没大赚的，请你一定要跟上哦，请你要跟紧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也知道向上准，啊，你也知道要安哪做啊？安尼听吼，来，不要跟我客气，他还会再飙，这样够不够清楚？安尼有清楚哈？买在起标点哦，很清楚哦，我已经给你招啊哦，安尼要买来我不多哈，雷虎再加码买进，就是要喷出啊！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啦啊？阿林老师啊，阿你也不准啊！礼拜一又没有涨，不是礼拜一年好，礼拜五就没有涨哦。3月20号，啊老师，你给我买这個，啊给我加嘛，啊搁来卖去。礼拜五，你讲我不准对不对？啊礼拜一嘞，礼拜一开盘就半只涨停板喽，结果收盘竟然收平盘。会不会飙？你只要想一个问题啊，到底谁最准啊？3月14号，昨天台股大跌，礼拜二我没卖的股票，我持续看好的股票，我持续加码的股票，它继续亮灯涨停板。五天的时间让你看到三只涨停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？火山爆发，雷虎火山爆发，五天出现三只涨停板，爆牢继续赚，相信你都大赚哈。到了今天哦，台股大跌哦，收盘大跌63点哦，跟我们的预测一模一样。礼拜一预告台股要大跌，而且会跌超过100点以上，杀到今天短线的满足点到了。我们的雷虎继续改写波段新高，继续喷呐、啊，这个喷翻天了、啊，还喷呢、欸？来，有没有票？有没有让你大赚？有哈、哦？啊，你还没赚了怎么办？今天台股大跌哦，我告诉你，明天有一档股票你一定要买，就跟我买雷虎一样，我希望你买在起标点，后面这一段绝对是你的，请你一定要跟着我的脚步，请你要跟紧一点，这样好不好？那如果你还没赚的，明天是最好的机会哦。为什么？不用再问了哈，待会再跟你讲为什么它会飙哈，多轴无人机哈。明天请你一定要跟着我上车，你一定要跟上脚步。哦啊，叫贺康哦，一样哦，要给各位哦，来，给你最大的帮助，最会标的股票，你把电话拨通，你来，我让你大赚，一定让你飙翻天，请广告。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
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。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哇哇哇！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。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，春季三重送，现正实施中。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，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，澳洲 PTW 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，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，双水湾，02-1313-1333。欢迎再回到现场，想清楚，只有谁可以帮你赚大钱啊？每一步的转折你都抓到了，还有可能赚不到钱吗？可是如果你每天只是在猜，如果你知道明天台股是涨还是跌你都不知道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每天都在赌行情，怎么可能赚钱呢？拜托的，你是打工的输赢哦。所以我在强调一遍哦，一定要知道未来的行情会怎么走。所以说还是不知道的，请你一定要跟紧一点哦，要持续锁定明聪老师的节目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太慢了，没有关系哦，一定要跟紧一点，这样好不好？不要再省钱了哈，卖个信啊哈，做对做错就是差一倍哈，只要三成哦，我强调过了哈，做对赚33%变133万，做唔对了33%100万存27万，一来一回就差一倍喽，可不可以做错？绝对不能做错哦，所以说再强调一遍，再讲一遍哈，再讲一摆哈，你只要投资一点点小钱啊，足奇怪哈，啊有人足高兴的哦，大行都要信。只要投资一点点小钱，明松帮你赚大钱。花一点点的小钱，请最厉害的人、最专业的人帮你赚大钱。想不大赚啊，都很难啊。信不信由你了哈。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会跟你每天玩游戏，因为我不屑做这种事。我会让你精选标股，真的让你看到买到赚到，让你短线波段快速大赚。给你三大保证。带进一定带出，买得到卖得掉，保证绝不凹单，所有操作一定有凭有据。你收到跟我收到一定一模一样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操作一定有依据，让你很安心。所有的进跟出一定有证据，才是获利最大的保障。那你这样还有疑虑吗？你这样还不会大赚吗？所以任何股票都一样，你一定要掌握它的起标点。你一定要掌握它飙涨的原因跟理由，你当然敢买，你当然会大赚了，对不对？首先，你一定要先把行情搞懂，这我都讲过，我就不用再赘述了哈。麦克讲啊哈，这利用灾哈，原因是什么你都知道哈。如果你把未来的半年的行情都规划好了，请问你会赚到做梦都会笑？会啦哈。那高点你一定要卖股票，2月15号波段最高点，我请你卖股票。箱顶到了，先杀再说，请你卖股票，卖完你就不会睡不着觉。等它跌完，公开预告，先买再说。哦，后面连续性的暴跌，不用紧张，不用害怕，因为等它跌完，我会告诉你，你可以买了。3月10号预告，多多益善，当天请你买股票，我不只请你买股票，
啊，你一定讲哦，哎、啊，老师你无准啊！啊，当天的晚上的美股崩盘啊，暴跌300多点呐、啊！啊，你一定干嘛？整校委，老师，这次你可能会不准哦。不用怀疑啊、哦！3月11号，我请你继续买，开低走高，你买了吗？相信你一定不敢买。因为前一天的晚上大跌，美股大跌300多点了、啊，你因为怕啊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叫最低点，要敢买，继续买。3月10号，3月11号多单开火，全力开火。3月12号台股火山爆发，上来了、哦，你不用去追哦。我告诉你，我预测新民跟开白啊会打下来，你相信吗？美股大涨哎、欸。礼拜五我就事先跟你预告，指数会再杀回，再回头测试9538。礼拜一杀下来，礼拜二重挫来到9512，哎呦命中了。礼拜三、礼拜二9539又命中了，然后开始大涨，开始狂喷，开始飙翻天，飙到上礼拜，飙到这个礼拜一，请你卖股票。每一段行情都帮你掌握到了，你还有可能赚不到钱吗？一样哦，拼的是速度，拼的是效率。怎么做？每一档股都一样哦，你一定要买在起标点，你一定要掌握股票它飙涨的原因跟理由，而且领先市场早一步知道，你自然会赚大钱、啊、那如果凯威要飙，你不知道它会要飘飙，你敢买吗？你管它今天到底有没有涨，你一定知道它为什么要飙的。你知道它起标点在哪里，所以你去买，不是说有一个人买，买没有用啊，自己要买，好不好？按目标，24号涨停板，25号凯威涨停板，26号凯威再涨停，3月2号礼拜一跨越再攻第四根涨停，3月3号礼拜二差一点5根涨停板。剩下的留给别人赚，公开预告，告诉你他为什么会飙，买在起标点。当然，股价涨完了要卖，我会预告。我还告诉你卖股票为什么要卖，我还跟你讲有没有？有啦，卖个公母啊哦，随便卖，随便赚，还没赚的，请你赶快跟上脚步，这样好不好？同样的道理哦。这不用再研究了哈，跳过哈。同样的道理，任何股票都一样，不是画几条线就告诉你它会飙哈。我们知道9910的中概飙翻天了哈，那我不会叫你去追了哈。所以就说咧，不是画几条线就告诉你它会飙哈。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会飙。台湾第一，全球第二，就像现在的雷虎一样，为什么会飙翻天哦？你都知道。独门大标股买在起标点，股价狂飙，再飙，继续飙，飙翻天，我请你卖掉。4天飙了快3只涨停板，卖，卖完了，等它跌到3月11号，我再把它买回来。公开预告准备飙了，有没有飙？从早盘飙到尾盘，隔天直接拉涨停，再隔天创新高。7天的时间，你花了7天的时间赚了5只涨停板，卖掉，卖掉，卖掉。不知道你大赚了没？那你都还没赚的，请你一定要跟紧一点，因为我会让你大赚。我们的无人机标股带你买在起标点，让你知道为什么它会标，所以你会买，你会大赚涨停板。礼拜四再涨停，不要客气，请你再加码，休息不要害怕，因为礼拜二它再飙第3只涨停板，有哈、哦，5天3只涨停，暴牢继续赚。今天台股大跌，翘卡连嘴丘，它继续飙，飙翻天，就是要飙啊！不用再研究哈、哦，请问有没有飙？有没有狂飙？那你说它为什么会飙啊？请问谁是无人机最标的股票？相信各位都很清楚了哈、哦，买买都爱买第一名，买买都爱买上好，多轴无人机超级标股雷虎，股价飙
翻天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我们老师啊，可不可以买1000张？只要你有钱，为什么不可以买？要多少有多少，想赚多少随便你啊，冲你来喽！那你还没赚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哈，错过雷虎，请你跟上脚步，跟紧一点就对了。明天有一档股票，你一定要买，你一定要上车，请你一定要跟紧一点哈，来。给你最大的帮助，带你买最会飙的股票。你把电话拨通，请你跟上脚步，让你赚到翻掉。如果你想大赚，如果你想翻身，拿起电话跟上明松老师的列，让明松帮你赚大钱，祝你超胜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您准备好了吗？为了您的荷包，为了厘清复杂难懂的趋势，心态一定要改变，改变才有机会，改变操作迷思，投资才会赚钱，让您稳健获利，这是我们的承诺；让您安心操作，这是我们的保证。马上接通电话，改变你投资的命运，02-8101-0600。精准提供第一手的讯息，掌握最完整的研究报告，锁定市场最强的主流股，让您买的安心，报的放心，赚的更开心。特快车热线02-8101-0600，02-8101-0600。森田药妆高纯度玻尿酸面膜。黄金双节运，五站到大安，精品饭店宅。TGW 国际建筑团队，台北时尚1-3房，02-4867777。